哎，豪哥差不多了，你要很焦吗？没有，小火太大了啦。这我刚才没动啊。我转到最小，最小。豪哥，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火啊，我知道。控制的时候永远你要记得这个，转到这个最下面都是最小。我知道。刚刚你这个转到最下面它是最小，就这样下去了吗？好。我刚没动。 碎肉，郭哥这卫生纸用完不要到处乱丢了，一球一球一球到处都一球一球。哦、就我丢的。我看你今天一次，就肩肉嘛，肩手嘛。肩肉。对，是你的。你下次用完就跟我一样放口袋，因为他不喜欢桌面上很乱，然后会一直跟你说你不要弄，然后你用完他接不过嘛，因为他现在有血，他有看到，但是他不喜欢桌台面上。我不喜欢站这个位置，你站这边还不好，不然他这样一直盯着我。 没有，你要被他盯啊，你要习惯了。已经被你盯了。可是你那队长就是虚有的。我觉得也是虚有的。对啊，你还是得听他的啊，对不对？<笑><笑> 好丑、哦！你包一个龟山岛，对了，也有像饭团的。有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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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试试看姜酱怎么样？哎，不是啊，你要自己吃啊，没有在播的，你就咬就对。你这样子都只有吃到饭，没有吃到料啊。哎，这饭好像好厚，超厚的。没有啦，你要正常你吃自己吃饭团的方式吃啦。奇怪，为什么你吃饭团你要管呢？<笑>你不能。 香哦！对呀，哎，看这个画面会被融化。对啊，很疗愈。嗯。好看吗？好看。你说你的手要动起来哦。手要动啊！你在干嘛？我有啊。因为我们早餐啊，我怕有些人不喝奶。 所以我要做焦糖红茶，然后如果有人想要喝就是奶味啊，或是味道多一点，我们就可以加一点那卡兹脆的那个。好的，燕麦那个。这个。就是到时候我们可以附一些这给他们，如果有人想要吃，哦，有点口感的，多点，对，控饱足感多一点的。而且超多口味。对。特浓古香。对。还有黑谷坚果。还有草莓。哦呦，还有藜麦核桃。对。我跟你们说。 7:30前，7:30要送到，照片，七点半之前哦，可以。然后8:00前送到阿里山上是20个哦，然后一个蛋奶素，同时会有25个人来这边自取。然后你们是不是刚刚去宣传的时候答应别人要给别人第一管制站的人3份？ 啊！我们是礼貌性的跟他说，啊，不然一起来吃。但没想到他们开始呼朋引伴。一起来吃早餐啊，大哥！一言既出，驷马难追。他有听进去，三份而已。他有听进去，所以我们都知道。好好好。猪肉这个是要全熟吧？对，要全熟。哎，如果你要，如果不对。 你如果要煎全部厚的肉，就煎选全部厚的。这算厚的吧？对对对，厚的全部就煎。好，我知道，我先。煎下去，煎下去，啊，拿厚的不要拿薄的哦。好，我知道。这个其实要分出厚跟薄，眼力要很好。没关系的，煎熟就好了。煎熟就好了。好，那不先不管了。不管。那我跟你一人一盆。对啊，厚的薄的你要分好哦。 好。